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韩大新闻，我是今天的主播郭协邦，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广播新闻系的学生。新闻的一开始，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重点消息。韩大已领取200万令吉的拨款。韩大应用创意艺术与设计学院举办 COMICS 毕业展。韩大321 Action 媒体生活营吸引80名中学生参与。韩大社区服务团体16名成员参与新春送温情活动。韩大新闻媒体队学生拍摄新年公益短片。韩江三校董事会举办新春晚宴及百年校庆慰劳宴。韩大物流管理系学生参观北海货运码头。财政部长林冠英莅临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移交200万令吉发展拨款模拟支票予韩大。财政部长林冠英于1月28日移交发展拨款模拟支票于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他在致辞时表示，自西蒙在509大选上台执政后，韩大于2019年获得200万令吉的拨款，今年再度获得相同数额的拨款，且已在农历新年前过账于韩大。符合了我们的林财长的口号，讲到做到，钱马上到的做过。他说，他寄望韩大空中绿色主楼拔地而起，且相信韩大一定会将该计划做得最好，使韩大成为大马的地标。他表示，西蒙政府在华教拨款上绝对做得比前朝更好。自从前朝到新的政府来比较，我们所增加的这个款项拨款已经达到1亿1350万。除了华校原有的5000万令吉，教会学校的5000万令吉拨款，华教所得到的拨款比前朝增加1亿1350万令吉，增幅超过一倍。韩江三校董事长拿督斯里黄次信表示，韩江董事会务必善用政府的拨款，尽快完成空中绿色主楼的计划，以便向财政部长交代。韩大应用创意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生日前于2019年12月13日至15日在 Hinbus Depot 举办 COMICS 毕业展，学生们花费约7个月的时间去筹备这场活动，获得各界的热烈回响。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应用创意艺术与设计科系在过去的周末举办了毕业展，此次展出的地点在 Hinbus， 而展出的主题是 COMICS， 这次共有11位学生的作品参与毕业展。一眼望去，毕业生们的作品都设计了属于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在每一个摊格的当中都一定会找到一个用漫画呈现的人头照，这也是他们配合此次主题而设计的。因为这 comics 的意思是就是混合，然后英文也是 comics 代表一个动漫，所以我们的每个 character 都会类似动漫这样子，我们会把那个人像都画成比较动漫的样子。当天除了是他们作品展出外，也是老师们验收成果的时候，老师们看完学生们亲手自己完成的毕业作品与展览会，表示感到自豪与满意。I felt that the students performed quite well for this exhibition. They managed to get everything done on time and in a very tidy and neat manner as well, the day out. So I'm quite impressed with that. However, I do hope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keep improving and also to not take this as the final stop of their journey, and they'll continue on to join the local creative industry and to pursue their passion. 这一次 exhibition 是我第一次就是做这种活动，我就学到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哦。这个 exhibition 不只是个人的一个展览展示作品的地方，就是我们还要为全部学生去想，然后给他们展示最好的作品。毕业展就是让外界看到我们韩大的学生在这两年半所学的知识是否有用在他们的课业里，而他们也用了七个月的时间来筹备属于自己的展览会，这也是一份值得骄傲的事。我们来换另一则消息。在12月27日至29日，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举办为期3天2夜的媒体营，主题为321 Action。这次的媒体营吸引了80位中学生的参与与学习拍摄及剪辑的技巧。
由于这次的媒体营是与马来西亚松下有限公司合作，所以营员们得以在生活营期间使用松下有限公司的摄影器材进行拍摄。其实当我收到韩江邀请我们这一次参与这次的 camp 的话，我们非常开心。最主要的概念是我们想要告诉学生，其实我们这一次Lumix 除了是相机，但是我们会很强在摄影方面，就是说 video 的方面。今年HCUC Media Camp 2019呢，我们是第一次跟Panasonic Lumix 合作。这次的合作方式呢，就是说Panasonic Lumix 他们会提供拍摄的相机，然后韩大这边的 HCUC 呢，我们就会提供学生一些拍摄的器材，比如说灯光啊、 slider 啊、 monopod 这些，来辅助他们，让他们在这三天两夜的 Media Camp 可以完成一个两到三分钟的一个 short video。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以Panasonic Lumix 以这样的方式来合作，整个效果出来呢，比去年整个作品的数字有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配合方式。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滨州中华总商会青商团第八年筹办新春送温情慈善活动，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社区服务团也参与其中。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送上温暖与关怀。当天滨州中华总商会捐赠新年应用品、食品以及日常用品与贫苦家庭，共有290户的家庭受惠。你好，我是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广播新闻系一年级生，我是显宁。那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迎来了农历新年。那为了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啊，滨州中华总商会青商团呢，已经是第八次筹办这个新春送温情的慈善活动。这次的慈善活动呢，总共有约200多位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包括约20名的韩大学生，一起派发新年应用品、食品及日常用品与打羌蒲族的清贫家庭。值得一提的是，受惠人呢总共高达290户家庭及个人。我们除了在商员盐商之外，社会还有一些弱势的群体。商会的宗旨除了做生意，也要回馈社会，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去年第七届的时候，我们已经有邀请过韩江传媒大学，就来做义工跟 volunteers 来帮忙这项活动。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想说，韩江的学生都很热烈响应，所以我们想说今年呢，也想要就是邀请多一次来帮忙，而且可以让韩江的学生呢，可以看到我们滨州中华总商会，就是在外面商界，在社会，就是除了读书以外，可以看到出来社会的时候，你做善事啊，还有经商啊，还是有一个准备说，以后我出来大学了啊，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然后除此之外，我也觉得说，因为我们滨州中华总商会跟马来西亚六大报馆有一个很密切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想说可以借这个机会让韩江传媒的这些学生呢，可以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东西咯，这样子。其实我就是参加学校 community service 这个 club， 所以我就过来一起帮忙这个活动。其实我蛮惊讶，就是因为刚好看到那个组里面大多数都是老人家在住，那个家也比我想象还要小，所以进去的时候看他们一个人坐在那边就有一点心酸了。今天来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好，因为刚2020年，然后又参加这个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所以给我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在此呼吁大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多一份力，多一丝温情，社会就会多一些温暖。李显宁采访报道。韩大新闻媒体队推出无价的祝福新年公益短片，媒体队的学生第一次制作新年公益短片，从筹备到杀青都尽心尽力地去执行，做好自己的工作岗位。这次的实战经验让他们了解到了剧组的制作过程，为他们的课业以及未来奠下稳固的基础。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们在拍摄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寒江三校董事会在凌年登礼堂举办寒江三校新春晚宴暨百年校庆慰劳宴。当天出席的人包括中国驻槟城总理事鲁世卫、寒江三校董事会成员、寒江三校教职员等等。除此之外，当晚备有余庆节目，场面非常热闹。我们干脆在百年校庆当天宣布，他将全资捐赠寒江小学一栋综合教学大楼，希望寒江团队能够在面对困难时共同突破，在面对失败时共同检讨，面对成功时共同分享。在今年新的一年呢，我们将会从各方面先整顿。第一，我们从教学方面、科系方面、老师方面，整个要全面的做一些整顿。那我们呢，已经和我们的校长马校长做正面的谈论了，希望他做出一个比较上策，我们叫上策，或者比较一个合理的规划，让我们董事部能够和他共同的来把它整理，然后把我们的教学素质等等做正面的提升。甚至我们中计的目标是如何把我们的传媒传播系这一块呢，做得成为我们寒江大学学院的品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中计的目标。接下来换个新闻焦点。1月16日，物流管理系的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参观了北海货运码头，学生们得以观看和了解整个物流过程，例如工作流程、物流的进口和出口过程等等。这次的参观与学习之旅不仅让学生们学到课程以外的知识，也让他们对物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So I choose Penang port because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port, only one in Penang northern side. So I, and as a former staff of this Penang port, I got the permission to bring in the students. If not, it's very difficult. When the studies, I shown the students in video, photograph, how the ports are here, what are all the, they have seen this in pictures, but now they are seeing it in real life. Like today is a hands-on training.They come and see for themselves, they take photograph for themselves, and this will help them in the project paper. I could apply some cases on this tour visit to Penang Port, like certain about the containers, where, like, we can like, picture in our mind, like when we learn in class, like containers are stacked like this, if you don't stack it, you become honeycomb, something like that. I hope you guys provide more experiences for the future students so we can experience a better and under, like you can apply whatever you learn in college. You can just see a better picture.随着鼠年的到来，韩大新闻再次祝福您新年快乐，一起过个丰盛的新年。新闻的尾声，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媒体队制作的公益短片。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协邦，我们下期再会。今年的新年一如往常的没什么改变，只是我再也收不到阿嬷的红包了。